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必答》的环节。这节嘉宾是请来 Harry 和我们解答一下的股票问题的。Harry 你好。你好。咁啊，提提各位家庭观众啦，关于正股问题，欢迎打嚟2804-6566或者电邮俾我哋 ask@bschannel.com 噶。Harry， 我哋呢節咧就睇下啲運動體育用品股啦。咁見到大行方面都出咗好多份報告係關於啲體育用品股啊。咁先睇睇就安踏體育啦，這個比較龍頭啲嘅股份啦。佢就話安踏咧經過2014年、2015年強勁嘅復甦之後咧，預期個增長咧嚟緊係會回復翻正常，今年個盈利增長相信係會放慢去到13%至17%，因為訂單增長啊，仲有電子商務都見到個增長減慢嘅情況，仲有係見到佢哋嘅推廣成本上升啦，令到毛利率輕微受壓，評級就由以往嘅跑贏大市係下調去到中性，目標價係睇原本係睇26蚊嘅，而家去大幅咁樣去削到15.4，相當於個預測 P/E 咧係14倍左右，等於過去3年嘅平均值。話佢哋嘅平均嗰啲產品售價咧見到下跌噶啦，預期集團4至5月份嘅零售銷售額咧，對於第一季嚟講係冇一個顯著回升嘅。SSS 啦，即係同店銷售都冇一個大驚喜。安踏短期嚟講冇一個股價催化劑，唔知係咪因為個報告嘅因素啦，所以今日都見到安踏股價咧係向下沉多1%，創咗個52周低位，去到係14.24啊，最低見過。Harry， 你認唔認同咧？即係大行呢份報告咁樣去話安踏嘅前景咁差咧？嗱，如果你睇翻大行嗰啲嘅分析咧，咁我只係有一個 point 咧，係有摸不著頭腦嘅一個睇法，就係本身咧，其實安踏咧，你話回復一個咧所謂正常，又或者咧係一個比較即係低增速嘅一個增長咧，咁其實咧就已經係一陣子嘅事噶啦。即係如果你講緊睇嗰個訂貨會數字咧，佢嗰個嘅即係同店銷售咧，其實咧就維持咗喺一個高單位數字咧。都不是一季的事了，其實上一季開始已經是做緊呢啲咁樣嘅睇法㗎啦。咁所以咧，就大行到而家咧先至抽出報告咧，突然間話俾大家聽咧，佢哋需要咧將嗰個目標價咧就係大幅地下調得好緊要咧。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就係摸不著頭腦喺呢個 point 嘅啫。咁對於安踏嚟講咧，個股價咧，其實咧我唔中意嗰個地方就係佢啲俾啲大行嗰啲目標價咧就冇高弄低得好緊要啊。咁而如果你睇個本身即係啱啱第三季嗰啲嘅即係所謂訂貨會嗰啲數字咧，都仲係維持在一個高單位數字增長，所以呢其實即你話個本業是不是走樣得很緊要呢？即如果你用去估值的計算，以往呢其實安踏呢在個股價講緊係接近20蚊嗰時咧，真係成20倍 P/E 嘅。咁而家回復一個正常的水平，咁個股價咧係咪需要諗得咁緊要呢？咁呢樣嘢我一路都有個懷疑嘅。咁只不過咧個問題係咧，對於大家即普遍散户嗰個操作上邊嚟講咧，就需要。要小心啲，因為大家就好簡單嘅啫，睇個股價賺唔賺錢嘅啫。如果你話咧一眾嘅大行全線突然間轉態嘅話咧，咁其實而且嗰個目標價咧都吞得咁緊要咧，咁就無謂同佢搏啫。咁呢樣嘢咧要大家去留意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嘅個本業，即係安踏咧近幾排咧，其實你會發覺咧佢發展好多嘅新嘅一啲唔同類型嘅運動嘅服裝嘅，即係包括緊咧就係佢發展緊佢嘅足球嗰邊啦。咁另外咧亦都開始咧即係去買咗啲咧，譬如俄羅斯啲即係雪山啊，或者滑雪用嘅一啲嘅設備咧，咁雖然咧呢部分嘅一啲品牌或者對於個盈利嘅催化性咧，應該會係比較較後期先見到噶啦，咁但係咧間公司就唔係停滯不前嘅，咁所以咧暫時咧我諗咧安踏咧都可能喺呢兩季叫做捱一捱先啦，個股價咧要等佢真係跌定咧，我先至夠膽買翻落去嘅。好啊，Harry 嘅睇法咧就係覺得其實佢本業咧仍然係行內嚟講咧算係做得比較好啊，咁睇翻咧即係大行方面咧好似即係。係有啲冇功弄低嘅情況啦，因為佢同時都發咗個報告係話李寧啦，盈利就見到係會持續改善啦，咁嚟緊就會超越個歷史高位，上調翻佢個評級去到跑贏大市，上調幅度都幾大，2.1-4.6啊，話佢運動服裝市場咧已經比起2010年嘅時間係增長26%，而且係進入咗結構性增長周期啦。自從2015年開始重新獲得市場個份額啦，市佔率都增速可望加快，喺穩定嘅銷售同埋行政開支之下咧，佢哋嘅銷售上升，仲有係毛利率改善，令到盈利力咧係可以轉強啦。咁睇翻李寧個股價咧，今日升幅係差唔多50%嘅。咁佢反而個走勢又同安踏咧係大相徑庭啦。佢係創咗一個月嘅高位，去到3.52。Harry 都見到啊，頭先都講啊，李寧安踏嚟講啦，仍然雖然係個
基數比較高啊。咁雖然個業務係放慢咗啦，但係其實喺行內嚟講咧，佢仍然係比較好啊。李寧只不過係見到一次嘅即係好轉嘅情況，交到個對版啲嘅即係成績表啦，咁就即刻俾大行吞得咁犀利啦。你自己又覺得李寧嘅前景係咪又真係咁樂觀？我中意你個字啊，大相徑庭係啦，要學下嘢先係啦。咁啊嗱，如果你計咧，即係李寧咧，點解嗰個股價或者個目標價咧吞得咁犀利咧？咁好明顯咧，瑞信其實好耐冇 update 過呢份 report 係啦，即係咧見到個李寧嘅目標價咧，就係、是、好似上年嘅目標價，安踏係一個上年嘅目標價，咁所以咧中間冇 update 過咧，一吞咧就好似好誇張咁，目標價嗰個吞嘅幅度啊，即係安踏頭先講咗啦，就由廿幾蚊吞到15蚊咁樣啦嚇，李寧啊突然間吞 upgrade 咗成倍啦，咁、那個股價個爆發力咧可能會喺翻度嘅，咁但係咧你話李寧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得咁犀利咧？我自己覺得咧就真係要俾啲時間啦嚇，咁即係咧其實係咪可以持續地改善咧？以現階段你所收到嘅數據咧，就好似有啲綠牙喺度嘅啫嚇，咁但係咧就你話嚟緊會唔會食住一個即係奧運嘅熱潮，可以見到咧佢嗰個嘅銷售情況可以改善咧？咁我覺得就唔單止係李寧嘅，應該係成個體育用品板塊咧都會有一個利好嘅作用嘅。咁啊冇理由咧一直跌一直升嘅嚇，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密切留意翻啦。嗱，如果你要計嗰個直播空間嚟講咧，即係李寧啊、安踏啊，或者甚至佢都有睇好嗰只中國動向啊咁樣咧，其實咧就應該係李寧個股價嗰個趨勢咧，就應該個直播空間大啲嘅，因為咧即係純粹以喺個低位上邊一路徘徊緊，而嗰盤數咧，如果係持續地見到有啲綠牙真係會飆出嚟嘅話咧，咁我會覺得佢股價爆發力真係可以爆上去3.8呢啲位置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睇下你自己本身係一個投資定係投機嘅角度啦。如果你買體育用品股係諗住搏佢呢一陣係啦，可能會上得比較犀利，你要股價爆發力嘅話咧，咁我覺得咧你不如睇一睇只李寧。咁啊，即係之後咧，再望一望即係安踏咧，幾時真係跌定咗，你先至作一個投資嘅對象。咁樣去做咧，我會覺得穩陣少少咯。嗯，但係成個板塊啦，即係聽你咁講啦，炒就應該係炒李寧啦。但係基本面嚟講，你自己最睇好係咪都係安踏咧？叫做穩陣啲啦。咁、你話咧，即係會唔會積咗啲貨喺度咧？咁中間咧，其實我覺得成個行業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喺度噶啦。咁但係咧，就以現階段嚟講咧，即係數字咧就其實就説明咗一切啊。咁啊，即係大家咧對於個體育用品股點解即係安踏咁沽落嚟咧，就係冇咗個高速增長，回復翻個正常增長。咁但我又唔覺得佢突然間咧又會走樣走得好緊要嘅。咁而咧，其餘咧就係搏一搏咧，佢一啲咧即係所謂一兩季嘅啲數字。其實咧，即係呢啲體育用品股咧，我通常睇3-4季嗰啲數字咧，我先 confirm 佢即係先至叫走翻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以現階段嚟講咧，點為之投機，點為之投資，咁我會分翻清楚啲咯。嗯，佢仲有一隻股份都係有 comment 翻嘅，即係體育用品股。頭先啊 ，Harry 都提過係中國動向3.8，佢係另外一個投資故事啊，話公司淨現金流同埋係揸住咗阿里巴巴嘅股份等等嘅其他投資啦。咁計埋控股公司45%嘅折讓之後，其實係高過目前嘅股價，反映翻核心嘅體育用品嘅業務就顯著係被低估嘅。中國動向呢一個投資故事，你又覺得 O 唔 OK 咧？我唔搏啦，中國動向好似買緊阿里巴巴咁樣嘅，咁我又唔覺得阿里巴巴得喎。其實咧，即係假貨比呢個真貨好嘅一個公司咧，咁啊，即係雖然啦，佢嗰個 project 嗰個嘅 sales 好似好犀利咁樣，佢講40% 啊嘛，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買中國動向咧，真係有個咁嘅股仔嘅話咧，個股價唔需要咁跌啦，啊，由2.1元一路咁跌到嚟1.35元，都係跌定咗先啦嚇。咁你話咧，真係有一個咧，即係如果你睇個動向嘅圖咧，就咁樣路咁落嘅喎。如果你睇咧，即係譬如話咧2331啊，咁你至起碼都有下突破啊呢個位嚇，即係衝上嚟，咁我可以搏下個技術因素都有啲嘢玩下，咁所以咧，即係兩隻嚟講咧，我就唔係咁中意只中國動向嘅啫。嗯，好啊，明白，同大家跟進下體育用品股今日嗰個走勢啊。嗱，見到李寧咧，今日個股價升幅係超過50%啊，最新係報3.41啦。至於2020安踏體育咧，而家係偏軟啦，跌緊超過1.5%，最新係報14.26。睇埋中國動向3.8啦，3.8今日個股價都係有個明顯嘅升勢喺度，升幅係超過4%啊，去到1.35㗎。咁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同 Harry 做翻申報，我哋頭先講過嘅股份，請問有冇持有㗎？冇嘅。多謝你嘅分析，休息一陣，轉頭翻嚟仲有其他嘅直播環節，晏啲再見啦。